大家好啊，又有小光啊！大家嚟到日本，除咗食晚饭之外啦，梗系要嚟到药妆店入下货啦。不过日本药妆咁多间，大家旅游时间又咁宝贵，边有时间慢慢格价咧？所以今次小光就出手帮大家格下价啦，务求可以帮大家悭翻啲时间同钱。想知道唔同药妆店嘅价钱究竟争几多，就千祈唔好错过今集啦。首先讲下游戏规则先，小光啦就会以指定六种人气商品喺唔同嘅药妆店进行呢个格价大比拼，等大家唔使左计右计。睇完今集嘅你啦，就可以知道边一间药妆嘅货品系最平嘅啦，同埋边一间有更加大嘅折扣优惠嘅。今次要比较嘅药妆店啦，分布喺赤坂、博多同埋天神嘅，咁会一间喺你附近噶啦。而我今次选择格价嘅咧就系呢五间啦。咁就事不宜迟，即刻开始啦！第一间我哋就嚟到天神区嘅 Drug Eleven， 咁地理位置咧都非常之方便嘅，喺天神南站隔篱嘅啫。营业时间咁就去到夜晚11点嘅，食完晚饭之后再过嚟 shopping 都冇问题啊。好快啦，就揾到第一样要格价嘅货品啦，就系呢一款万寿雷敦嘅 AD 软膏，咁佢可以舒缓啲湿疹啊、皮肤止痕就最出名噶啦。价钱咧就要880日圓，呢一款软膏啊远近驰名，相信都唔使我多讲噶啦。咁我哋就即刻去揾第二样产品啦。诶，有啦，哇，卖得7788啦！第二样要介绍嘅产品啦，就系呢只银色装嘅 FX 眼药水，咁可以加速消除眼睛疲劳啦，同埋减少啲红筋嘅，咁价钱咧就298日圓。咦，佢呢度有只绿色，我未见过喎，头先睇下先啊，有冇中文解释添啊？缓和花粉尘埃嘅眼部痛药，哦，普通蓝色就系舒缓大隐形眼镜嘅不适，咦，都啱喎。哇，好多花樽啊！呢度啲花樽都要700日圓、500、800日圓。哇，呢个白色嘅花樽要1000日圓嘅，点解？劲啲嘅。第三样要介绍嘅产品啦，就系呢只 Skin Aqua 嘅润色防晒乳啦，喺日本女仔之中啦都好有人气噶。呢度啦有成三种颜色可以拣嘅，价钱就要738日圓。呢啲系 tester 嚟嘅，呢个可以试嘅呢个。密少少先，你应该好明显喎，你两只手嘅话。嗱，我系天生皮肤黑嘅，咁啊专登可以俾大家睇下擦完个效果系点样。哇 ，Michael Jackson 啊嘛！啊？咁我唔需要做美白啦，买一支喺度咪得。点解擦晒成身？咩意思？你想唔想我邊度白色？Boy， 跟住落嚟呢一款 EV 嘅止痛藥咧，喺唔同嘅藥妝店一定會見到噶啦。最出名嘅咧就係佢快速見效啊，咁方便大家出街啊或者去旅行嘅時候咧可以旁下身啦。咁而家嘅價錢咧就賣緊1080日圓。之後啦就係呢個肥妹推薦嘅經痛藥啦。咁之前嚟日本旅行嘅時候啦都一定會買嘅。藥丸比較細粒啦，都容易吞嘅，舒緩到經痛，同時副作用都比較少嘅。咁而家40粒裝啦，就賣緊1000日圓啫。之後就輪到呢個殿堂級嘅 Softstone 止痛膏啦，連續9年都係銷量 number one 嘅，只需要出門嘅時候搽一次，咁成日落嚟就算流汗啦，都唔會有啲咩異味嘅。而家仲有啲贈品送添，年嘅銷量冠軍可以話名不虛傳啊！而家淨係賣緊900日圓啫。喺呢一间铺头买嘢啦，就可以储分嘅。不过作为游客，大家应该关心退税嘅问题多啲嘅。呢度啦，买满5000日圓啦，就可以退税噶啦。咁买满10000日圓咧，仲有额外嘅3% off 添。买满30000就减5%，买满50000咧就减7%。买得多平得多嗰种概念啦。嗱，之后唔想满亲大家，小光就加快速度，留心啊！下一间我哋就去到赤坂嘅呢间 Views 啊。除咗普通药妆之外啦，呢度都有啲日常用品啊、食品可以买嘢。咁即刻睇下里边嘅价格先。在这里防晒就买了698日圓，止汗就900日圓， AD 就980日圓，眼药水就235日圓的。经痛药20粒装就要618日圓，60粒装就要1315日圓。而
在这间店铺 EVE 头痛药就以1198日元。这里是有药剂师驻场的，有很多生活的小食品的，不过这里除了免税之外就没有其他优惠了，这一点就比较可惜了。之后就来到市中心天神，开了幕没多久的大角药妆，看它外面贴满的免税字样就知道这里多受外国人欢迎了，进去看看个价格如何先。嗱，呢一间啦 ，EVE 就卖紧798日元，止汗啦就卖紧900日元嘅，经痛药就卖紧980日元，眼药水啦就卖紧348日元嘅。不过呢一层啦，货品就比较少一啲啦，我哋上二楼睇一睇啊。喺呢一度啦，呢一层就专门处理一啲免税货品嘅，而且货品都齐嘅。不过呢度嘅防晒啦，就得两只色啫，就冇三款咁多。防晒呢两款啦，都系卖紧698日元嘅。而 AD 软膏细装都系卖紧880日元，不过大装就有特价，980日元就有交易啦。喺大角药妆呢度，除咗5000日元就有得免税之外，如果卖得多过30000日元嘅话就有额外嘅5% off 嘅。过咗50000日元就有7% off， 即系最多可以有成83%折噶。呢、這个折扣都唔好话唔吸引啊！我哋即刻去下一间药妆睇下有冇更加大嘅优惠啦。跟住落嚟，我哋就去到松本清呢间铺头。呢一间铺头啦，都应该冇人唔识噶啦。我哋而家入去睇下价格如何啊？松本清呢度 EVE 啦就要1620日元 ，AD 就1198日元，防晒就要748日元，止汗膏啦就要900日元嘅。经痛药方面啦，40粒装就要1078日元。眼药水方面就要368日元嘅，整体所有货品啦，单价好似都偏高咗少少。不过松本清呢度啦，其实都有额外优惠噶，喺官网可以 download 呢个二维码，咁网址啦我会放喺 information box 噶啦。之后我哋就嚟到博多运河城，即间呢间 Mass Value 里边一间药妆。呢一间铺头嘅 AD 啦，145g 嘅就要998日元，90g 就要897日元啫。防晒方面都算抵嘅，就要678日元。不过呢度啦就有齐4只款。止汗方面啦，一样系900日元嘅，咁又有一支赠品送添。嗱，呢一度嘅 EVE 止痛药啦，就要1602日元，经痛药咧都系1080日元啫。呢、這个价钱咧就系40粒装嘅。FX 眼药水就要350日元嘅，为咗方便大家买啦，呢度其实有人气商品货架噶，不过只系得免税优惠，就冇其他额外折扣啦。最后一间，我哋嚟到 Big Camera 呢度，除咗一般电子器材卖之外啦，其实都有药妆卖噶，等小光带大家上去睇下啦。天神分店呢度一共有成7层嘅，药妆嗰层啦就喺3楼嘅，大家唔好去错啊！在这里 EVE 就卖紧997日元，经痛药就卖紧874日元嘅，止汗膏就1090日元，眼药水就卖紧377日元嘅。AD 啦虽然都系卖紧880日元，不过就系年税价钱嚟噶喎。防晒方面就728日元，有齐3种颜色噶啦。难得嚟到 Big Camp， 梗系要周围睇下啦。13000买个数，两千嘅耳罩，佢有啲毛啊！即是日本人1/20的人工就拿了来买个锁。没有这个专业化妆师的要求。是。对个锁有要求。西门兄对阿嫂都有些要求。啊什么你对哪个阿嫂有要求好烦。在这里啦，女朋友就在买药妆，男士都有嘢睇嘅，其实都不失为一个好地方啊。在这里买东西一样可以退税的，药妆更加有额外 5% 优惠，即是买满5000日元就已经有85折了。最后就来到大比拼的总结了，为了方便大家，小光已经将所有价钱整合了，做一个比较的。差少少东西等等啊。好，搞定。最便宜的单价都标志了，大家可以看到某部分的产品价格其实相差都挺大的。例如这款 EVE， 最贵和最便宜的足足差成1倍价钱。
唔同铺头嘅折扣啦，都会有影响噶。咁我哋一齐嚟睇下最大折扣之后嘅价钱啦。结论就系扣减晒所有折扣之后啦，最多皇冠嘅依然系 Big Camera。估唔到 Big Camera 除咗有卖电子产品之外啦，连药妆价钱咧都咁实惠啊！只需要买够5000 yen 咧，咁就可以退税啦，仲有额外嘅 5% off 添。而且呢度产品啦都好多元化噶，而且有中文店员对应添，对于游客嚟讲的确唔错啊！今集就同大家游走咗福冈唔同嘅药妆店去格价啦，希望内容可以帮到大家啦。片中所有药妆店嘅地址啦，同埋营业时间已经放咗喺 information box 噶啦。今次條影片就到呢度，大家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記得撳埋隔離嘅link，follow 我嘅 Facebook 同埋 IG， 咁你就可以成為下條片最新收睇嘅觀眾噶啦。我係身在福岡不知福嘅小江，我哋下次見啦，拜拜。